这家伙看到没有？点到那个三角形上，然后轻轻点一下。 女孩转过来，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拿的，准备。转一下，转一下，转一下，看一下背后，看一下背后，看一下背后有什么。 您心意是什么？我的心意就白皙。为什么？好看，它好看，好看，哪里好看了？真的好看。你没去过，你怎么知道好看？电视里好看。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上面这条视频，非常的感动。在这里支教多年的老师告诉我，大部分孩子的愿望就是北京，所以我萌生了一个想法，就是来帮助这些孩子们完成他们的愿望。 当然，把所有的孩子带到北京去是一个不太现实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团队决定采用 VR 技术来展示他们想看到的北京。在7月8号这一天，我们团队一行人来到北京，进行了为期1周的 VR 视频的采集和拍摄工作。结束了北京的拍摄，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回到西安，第一时间开始了工程的制作。为了让孩子们体验到更好、更逼真的观看效果。 我们从拍摄设备的选取，一直到观看设备的选取，都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工作，最终确定了一套最佳的解决方案。现在我们的制作工程已经接近尾声，相信藏区的孩子们也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他们心目中的北京了。我们需要把 VR 设备带到藏区的贫困学校，并为老师提供一些简单的基础支持。得知山区路况很差，在交通工具上我们选择了摩托车。预计8月中旬我们从西安出发。 大家都非常期待这次具有挑战性的公益之旅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然后认识了几位年轻的朋友，然后通过进一步的大家在一起去交流、去了解，感觉他们做的这件事情，非常有意义吧。希望自己也能够加入到其中。 和大家一起去完成更多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、更多的爱心人士能够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，去参与到这项活动当中，让更多的藏区的孩子去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，一起捕梦，共同成长。谢谢。 这次 VR 技术带到我们学校以后，学生们真正的看到了北京，他们也非常开心，然后 VR 技术，以后就放到我们学校以后，经常让学生们，看北京，了解更多的知识。
之前我们就是问过很多学生，他们都说他们的心愿就是能到北京去看一看，看看北京有什么东西和我们这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。然后这一次呢，大家把那个 VR 视频通过那样一个技术带过来，孩子们首先看了，有几个孩子说的话让我心里记得特别深。有一个孩子说，北京的楼好高呀，我们看的时候帽子都要掉才能看得到。然后还有一个孩子，当把那个 VR 眼镜摘下来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，呀，我怎么在教室呢？还有的孩子也挺不适应这个眼镜的，刚戴上，哗啦一下把那个眼镜取掉了。然后摔在地上，大坐在那儿，然后笑。孩子们对这个还是非常感兴趣。有很多孩子会说：“啊，我真去北京了，魔法师们，把我们带到北京去走了一圈了。”我看到故宫里，故宫里有很多人。我看到天门，很多很多，红旗。我刚才在长城里走。不小心就摔倒了。我看到北京了，北京非常漂亮。